我跟你讲哦，我拄只哦发现一个梯大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是执行长跟佳云的恋爱契约。啊？不要急吧。我今麦阁有重要代志要处理啦。代表第一条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；第二条，你爱配合我的行动。过去趁这个机会，跟执行长把代志讲清楚。吴佳云的同事，敢会记得我？我听讲，你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，那是啥？强调感情，若是会当圆满，世间就无人相像。规律啦，咱继续维持这卖关系。你咧投票，执行长，你是不是介意我？头家娘，我唔知你讲啥咧，只要你愿意讲出来，我知影迄恋爱契约的代志，我愿意提钱解决你的问题。假使你讲的是真实的咧，我若讲我介意你，你安怎回答？这摆你做了袂歹呢，刷落来有好戏通看哦。